次介绍，起点级100公尺，女子组第一道孙巧云，第二道黄玉桥，第三道开始，注意看，注意看哦。好，现在鸣枪了，进入，准备进入司令台前方。第一名是这，第三道，哎呀，注意看，哎呀，好，我来了，他要开枪了，你看到，缩小，好，跑，好了，起跑了。好了，有没有？他全部都拍到啊，有没有？好，要过来了。但是又同学挡住了，烦死了，妈的！目前第五道领先。好，预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会不会？啊，第二道，现在八年级最速领先出来了，目前领先是第五道。好，我修正一下，是第四道。不行，太近了。好，第四道。拍不到这个，失败了。快拍不到这边，你先去失败。失败了。啊好，你要输很快。你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接下来，场上进行的是八年级100。好，现在起跑了，叫叫叫叫叫。现在目前领先的是第四道，第四道赖锦啊，加油！第五道加油，停一下吧，非常好。好，有，那么三年级100公尺决赛结束，现在进行9年级100公尺女子组决赛。好，现在起跑了，9年级100公尺决赛，现在即将这六位争取最速女的封号，现在目前领先的是第三道、第五道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陈佳宇，哦，我们去搬椅子，罚金啊！违规啊！违规啊！好，现在鸣枪起跑了，赶快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谁最快呢？现在通过司令台前方的是第四道、第六道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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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